知道你是否还是一样，有没有学会比较坚强？你快乐的背后有人失望，你曾在意很失落，也是这样比你想。想明白为何对我那么冷淡，有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？明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，我还是一直以为，一直以为有希望。谢谢。